参加中部合唱大会的亚洲各国儿童合唱团一行698人，他们分乘游览车今天中午抵达台中，下午3点由火车站出发，游行了市区，然后再会林春秋市长，到中烈祠向遵命先烈献花，到东海大学参加了为他们准备的园游会，下午6点在中兴大学汇森堂接受了省政府陈主席的晚餐招待，晚上8点在省理中体育馆举行演唱会，明天上午他们要到日月潭游览，沿途并参观省议会和省政府。